我路过不是大哥。时间被傻子看上了，啊！晚上跑你住处来吓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太吓人了。这壶水都干了，一人三个火箭，你干吗？太低了，太低了。我们晚上回来打个 PK， 咱不能收到吗？我们在那里干到两点，我要他这个火箭干什么？你傻、啊？咱晚上回来 PK， 咱不行吗？我们家大哥喜欢看这个吗？嗯。你说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勾你要不干了两点，我妈就跟你姓。我如果答应的话，真的得干两点。干两点，我们晚上就不用回来打 PK 了，我们啥都收不着，只能收他的礼物了。超火，三个火箭够了呀。他走了呀。问题是，那我们家大哥没有放话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要你家大哥放话呀？问题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接到他的单，晚上我们家大哥来，就看到我在挑水，他啥也看不到。这很励志的。嗯。欢迎谭家公子，我们家怎么没有哥哥？冲冲冲，干干干！我们家怎么没有哥？我199哥哥，我峰峰哥哥，真俊哥哥都在呢。我真俊哥老早一之前，之前夸夸给我送三个火箭，啥也没让我干。啊？那天有一次，就上一次我过了个五星，真俊哥夸夸上了三个，也没说让我去挖水沟啊。谁呀？我真俊哥。每个人不一样的方式，比如对呀、啊，有喜欢整活的，有各种的，有纯支持的，有那种每个人不一样，就你想不想接这个活儿、啊，想接就接，不接就算了。嗯，这个火箭给水牛自己干呢。可以啊，水牛接。那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落在这儿啊。不，我可以陪你，我可以陪你在那里看。我说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拉。我给你拉水啊，我给你做饭啊。接水牛，六个火箭水牛可以接，我给水牛做饭。我给他送饭。那时候你来了，我会招待好你吧。哎，没有，你接水牛，六个火箭都给水牛，水牛可以接。没有，大哥是想我们两个人一起整，然后图个乐，不是说那个什么来着？那你都陪我在那儿两点了，跟你自己动起来两点，然后赚三个火箭。不一样，你挖你的，我还可以聊天啊，我可以聊聊我的，我还可以给你做个饭呀、啊，然后你要冷了啥的，我还给你拿点东西啊。如果我们两个都在那儿的话，那你要凌晨两点你在那冻着，然后你知道晚上气温有多高吗？我们在那里玩水，你知道有多冷？明天就感冒了。我不会的，你说这是舀水不是跳水，你舀水的话会很热的，根本就不会冷，只会累，懂吗？这是体力活儿。嗯，他走了，关键是那个大哥走了，气死了！你怎么叫我可以跟大哥谈三个火箭，你接不接？一人三个火箭，一人三个火箭，你搞不搞？啊？
啊？关公大哥说一人三个火箭，也就是一人1500。然后我跟他谈，你不是说要天使，然后让一人一个超火行不行？好吗？因为开始麻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接吗？我肯定会接啊！我靠！接，你想接，我们就接。不是，你要心甘情愿，不要我那个。要接，那你接，你跟大哥说。我跟你说。你说你的，你说接，还有王学长，我怎么跟他说？可以接拿两个票，问题是拿两个票，我都觉得那个东西得要干到凌晨，真的要干到凌晨，而且这边气温好低，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在房间里面都冷的呀皮，都要开这个电暖炉，你看到没有？昨天我们两个回来之后，在这里开着电暖炉，还要搓着手，这里晚上很冷的。不，你太小瞧那个水了，不行，那一定会搞到2点的。我又不是没干过活，那个那么多东西，你不。不干到2、3点根本搞不完。你跟你大哥，你不是有微信吗？我有微信，你问，我咋问？你说我接，你就说有接。我们接，你说你接。我说我接。啊，你说你们接。做了再说啊，哥哥说先做了再说，让大哥点话，要不没意思先架大哥的意思啊，没有，不是，他回话了，没有，没回我。一会儿就流干净了，不，你没干过活，那么多水，我目测一定要干到凌晨，干不到凌晨根本搞不起。干到凌晨。你看看看看，整整。哎呀，我看水牛是很想要这个，很想接这个盘，放接，就陪你玩嘛，来吧，接吧。陪我玩。对，真的，如果是我自己，我是不接的。但是如果是你的话，我陪你嘛，来接吧。
如果你随随便就接了，他会觉得你很轻松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多累，然后他又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，晚上真的很冷，你随便人家说三个你就接，那人家他说他又觉得啊是不是太贵了，我应该喊俩了。没有啊，不知道我们有多辛苦。没有啊，我没有。他说三个的时候，我说你说要一个天使，然后他说三个，然后我说能不能加一点，一人一个长火，就是一人加一个火箭的意思。那个说看腻了，你看我牌子了没？你说看腻了，真的是。然后说很热的，你热的来不及，你脱衣服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会冷啊？也行。你在干活怎么会冷？你是会没力气？怎么会越干越热？你怎么会冷呢？姐，我看你，哎呦，我陪你了，你当陪你了，姐。你要当陪我？嗯。我就不接了。啊，那我们就为了掐这个鱼刺，好吧？姐。到时候很苦很累，到时候。要心甘情愿，就是你愿意接，你想挣这个钱，咱就挣。你挣两个，差我钱就算了。挣，接。今天每一单都干了吧？相信水牛这个啊，哦，哎，我相信你啊。我没养过，但是我觉得这活儿可以干。切，他回你了吗？他没回，他是过你丫的。啥意思？他说是过你丫的呀。我给他打个语音，然后你去轻轻松松。你说谁轻轻松松的？我们就很轻松嘛。你是觉得我们很轻松吗？就是我可以给他打个语音，然后我们好好说话。我们一天到晚的没有自己的生活，哎，你是觉得我们很轻松吗？就是我这样说，爱丽丝，就是说你确定了你要干干，你发语音，你跟他说干，他说滚，老子跟你压了。你还记得上一次肖哥了？肖哥说你抱着什么，就有一个哥哥下单让你半夜去爬堤坝，就滚堤坝。早上滚堤坝吗？嗯，然后把自己滚受伤了，肖哥就说了，我去，肖哥都心疼死了。嗯，来了，面哥来了，干不干？嗯，干，面哥他说接了，干，我们马上换衣服走。我给你找裤子，找个长裤子。你跟面哥，你跟面哥说，你先跟面哥说好。你跟面哥好说，不搞。面哥说不搞了。面哥说不搞，不搞就不搞。不搞就不搞了。不搞。面儿哎，不搞了。老子以后学习文口嗨文化，老子以后学习文嗨文化。水牛给大哥道歉呐，面儿，
女人就是这样子嘛。你这样你呀、啊。面儿，女人就是这样，嗯，磨磨唧唧，嗯，犹豫不决，那个什么，经过我们的商量之后，我们决定可以干。他是想着晚上要搞到两三点，他冷。能有收益都很不容易啊。但是刚刚跟他说了，我说不冷，干活会越干越热。他想了一下，觉得也是。后来他就说干，我以为要干到两点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干到两三点。你要知道晚上九点以后气温好低，我们昨天晚上回来八九点钟，穿了个棉衣还冻得瑟瑟发抖，那么多水，真的要干到两点两三点。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出去都不要回来了，就在外面待到两三点了。嗯，网上的那个回放我没上传，怎么了？嗯，我上次那个没上传，滚草坡那个吗？嗯，我没上传。在这里穿长裤，好的。欢迎试着成熟。你别捏捏了，水牛，我们搞起来。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我们不开心，就不一个件事没搞就不开心了嘛，我们搞也没了嘛、啊、走干点别的去。大哥，我怕大哥不开心、啊、大哥是看我们开心他才开心、走了就走了呗，不是没有这三个火箭没有就没有了呗。用不着明天到，我看你们都开始蔫巴了。我一个人干，让着六个火箭我一个人干行吗？我干。大哥说叫你一个，可以啊，这个可以接三个，六个火箭。面儿，看保时捷。面儿，三六个火箭我一个人干，干到天亮我都干。面儿，老子口嗨，干嘛？没干嘛，保时捷。哥，嗯，好吧。是吗？我还差你一个推车，差个什么？差一个推车。还有这样个，就是把水塘给把一个100米的水塘给抽干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100米的水塘给抽干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事情。想吃啥？不用不用不用。我靠，剩多少？大概有，我感觉得有一米高。没有一米高。它大概不差，因为它底下还有一点点淤泥，大概有一米。然后长的话，我感觉看起来有150米的样子。长的话有150米的样子。就是一米深，然后150米的样子。50厘米，你测过了？
我们走吧呢。五吨水，走。嗯，欢迎圆了圆气哥哥。牛在旁边，怎么了？
样做了。你来吧，来呀，来呀。嗯，好。你帮我一下。十吧，有计时器吗？换裤子没？还没，还没有换裤子。在哪里看计时器啊？你知道在哪儿计秒钟吗？计时器在哪儿看？你知不知道？没有，不知道。在哪里？那定个闹钟吧。但是算了算了，嗯。换没有，没有换，待会儿换。来吧，兄弟们来了。DY 说事儿 ，DY 说事儿都来了。没来吧？我看 DY 说事儿来了呀，这不是 DY 说事儿吗？他是不是搞新闻呢？不会吧，我们没什么新闻。那新闻今天不是遇到那什么了吗？遇到啥？来，走。走会不会上船？等会儿等会儿。来啊。亮亮他坐在我身上，不要紧啊。他还在吗？谁啊？应该说是。他在啊。你看一下，在你直播间吗？在。啊，在。没有看到，欢迎圆来圆来圆去哥哥，欢迎哈尔哥来了，来吧。怎么说？扑在我身上了。我去，我抬不动了，扶住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你直播间看，只能侧着看。不，等一下，先下来，你先下来，你直播间，你直播间不能看呀。为什么？对你不好呀。为什么？就是你可以看正面，不要看屁股那儿呀。哦，这样可以啊。好，你踩着我身上。好，开。我的天哪！这，哇，好疼啊，脚。你屁股没出来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妈耶！你把我裤子挖出来！我怕摔，我怕摔了。我们坚持五分钟好吗？好。啊，我腿好酸呐。坚持，你要加油，坚持，五分钟，五分钟，兄弟们，五分钟吗？嗯，五分钟呢？嗯，我的妈呀！好的，我挑你的裤子，我的裤子，我的裤子。我帮你做的话，我有个要求，嗯，你不要给我买飞机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大哥送的。你要给我买的话，我就不做了。是大哥送的，我不管。是大哥送的，一人一个。送给你。没有，大哥说了，一人一个。你要不干的话，我就下了。那你给自己跟大哥解释去。快过来，站好再说。你要你不同意是吧？我下了。我没买。我不要，你不要给我买。两个选择，好不好？嗯。要么我给你送个飞机，要么大哥送你飞机，你选。我不选，我下了。不行。都送给你，我下了，我下了。我真的下了，你要是同意我就继续做，你要不同意我就下了。那我们都不要，两个都给你。那我们这样，要么我俩一人一个飞机，要么大哥的飞机我们都不要。都不要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哥说这个惩罚不要了。不是，就是大哥送我们的飞机我们都不要了，要么就一人一个。干嘛不要啊？傻。那就一人一个啊。也行啊。你为什么我从来我都我他妈下了，我发现我在你这儿我什么都说不通。
没不是没劲儿了，我没意思了。我是大哥说了一人一个，我说我都给你，我不要。对呀、啊，你都不要了，那我也要干嘛？那就不要大哥的了。不是你，我怎么跟你讲不通？你讲不通，我不跟你干了。我真的，你如果给我的话，我就立马给你送一个什么那个钻粉，给你送个铁皮。你到底是选择都要了，还是让我给你送铁皮？那就不要大哥的飞机了。OK， 都不要，我也不要了，好吧？五分钟到了没？没到，闹钟响了就到了。啊，媳妇，我不怕了，我都坚持不住了。啊，到了，五分钟居然到了。我的天！哎呦！我靠！哦，我的脚麻了，啊，我的天哪，麻了，不要就去买龙虾去加餐，行吧？那我们去买，为什么不要？你要不要飞机？飞机要的话一人一个，不要的话我们就去买龙虾，就拿了飞机别买背包了，去买点好吃的，好。腾让我们买姑姑好，姑姑面哥是哪个师傅来了，就他就是面哥吗？对呀、啊、刚刚叫我们舀水鳕鱼哥哥，对呀、啊、刚不是叫我们舀水接单吗？就那个啊、哦、那拿着钱去买龙虾那也行，走我买龙虾去。姑姑好，姑姑师傅吗？师傅来了，嗯，走我们去镇上买吧，镇上大一点，其他地方小一点。我刚五分钟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是不是？对啊，只看到我屁股。为什么不能拍我？拍你的话你屁股露了对你不好啊。我可以侧着侧一面呀、啊、你想拍你啊？对啊，不然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没关系，走吧，这里可以看得到，没关系，走吧，下次再拍吧。五分钟，原来五分钟我什么都没有，他们都走了。贝贝，他们没看到我都以为我不在，都走了。嗯。好吧，没关系。哇，这脚好，确实。五分钟。看到了。这脚好酸呢。他看到了，我才把镜头转过去的，懂吗？嗯。就是你在后壁看你那样子。好的，可以，放没关系。修软物吧。没关系，没事。你在水晶那看到了，好的。那没有关系，走吧，我们走。你要吃东西吗？拿东西吗？走吧。去买点水果，你想吃什么水果？你想要吗？我们走吧，买点随便买什么都行。你要不要带东西出去吃？车上都行。带点吧。你要吃什么？我给你拿，纯，欢迎不慌哥，换条牛牛的裤子，欢迎不慌哥哥。你去拿袋子过去。你个羊筋舍利塔呀，不知道在哪儿。去小哥那吃。我们在车上坐车要坐半个小时了。要那么久是吗？差不多。就是你去哪里买龙虾？我去镇上，没有买到龙虾，我们吃别的。去镇上玩了是吗？嗯、那我们走不去。我不知道了。嗯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啊。就像你讲的徒步，为什么刚刚不接单舀水？我能接啊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要熬到两点，有点冷，我想加点价而已。我可以做啊，为什么不能做了？有钱为什么不能挣呢？过两块快吃。我不是不能吃苦，不能受罪，我只是希望我吃苦受罪，我能多受一点。我知道，身价再高点，我懂了。对，所以只有鸡还会带你皮哥哥的，听清楚没？我他妈手撕蚂蟥，吃蚂蟥，你不敢，我都敢的事情，咋了？我怎么会不敢呢？对不对？没有我吃不了的苦。对对对，很多。快！
想到我们凌晨要搞到两三点。融了。我们今天一天啥都不准干了，别的哥哥进来也不能接别的哥哥单子了。嗯嗯。再拿个袋子。别说了，好嘞好嘞。袋子。嗯，干干干。哇，好慢呀、啊，这个。老板，我们上镇上去了。徒步，你半夜都回不来，半夜徒步半夜都回不来。我们可以去把帐篷拿来，晚上可以睡坟头。今天晚上，如果有哥哥安排，我们就晚上睡坟头。那走可以，我什么苦什么累都能受，没有咱不能干的事。把帐篷拿回来，如果有哥哥安排睡坟头，我们晚上睡坟头。可以。那镇上再买吧，走吧。那谢谢白嫖粉哥哥的。自然级旅行箱，感谢我友友，友友大气，友友，走吧。谢谢我友友的十块牛草，感谢我友友哥哥。友友，我骑呗，我骑车，你跟我说我来骑。我让你骑。啊？嗯。又是你骑吗？我骑。睡坟头，对的，不慌哥，你来了，哎，你来了，嗯，带了东西了没？我们可以把帐篷。睡坟头是什么价格？你看，你看。我开，我又不知道价格，我都没怎么接过单。大哥定价，然后我不敢再，我不敢再砍价了，我刚刚砍就砍错了。那就大哥开价，我们算和税，我们就合适就干，不合适就再谈。对啊，不慌哥，我今天还手撕了蚂蟥呢。真的吗？至少15个飞脚，一个船都没有啊！差一点我们就干糖了，对啊、就是把一整个好，就差一点就把一整个糖给抽干了。我今天手撕了蚂蟥，差一点吃了蚂蟥。蚂蟥的话要两个。然后油炸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。油炸蚂蟥的话，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。如果两个火箭的话，我靠，两个女孩，10个团8个团。半夜试着成熟。半夜的谢谢我友友，友友大气。坐哪？来上打不成粉末了，不能油炸吗？啊、蚂蟥不可以油炸吗？妈啊！这是在蕲春，这是在蕲春，然后。我在你们直播间瞎讲，没事啊，讲话。这是在蕲春，然后嗯。对，没关系，不骂人就行啊，哥们。牛牛，水牛，水牛户外，这在水牛户外，你可以，不慌哥，你可以到水牛户外那边也能看到我们。为什么他们要对我们笑啊？哎，牛牛这个人为什么要对我们笑啊？对，我们是在水牛家。我们去镇上了，青石镇。嗯。找个奶茶，你喝奶茶吗？我不喝，你喝吧，我不喝，你喝我就陪你。你喝我陪你。我都行。你老陪我，我跟你说，刚刚那俩飞机给你，你非不要，你这家伙。那我阴阳怪气，没人受得了吗？我受得了。欢迎开始哥，换裤子是什么哥？就是换裤子跳水嘛。跳水的话，火箭起跳。就是我们回去换裤子，就是要跳水。
他们村里有一个就是神志不太清楚的家伙，他老是盯着我看，你知道吗？牛牛说是因为我穿了短裙，他说他穿短裙他就会盯着看，所以我们就回去换裤子，要回去换裤子，他们忘记换裤子了，刚刚回去忘记换裤子了。睡坟头，这个如果有帐篷的话，睡坟头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没有人的话，我可以接受的。都是鬼，我可以接受。但是如果有人，我可能就有点害怕了，因为我怕人会很危险。半夜抓鬼吓死我，睡坟头我不太怕的，你敢下单我就敢睡。没有会聊天啊，我们就是主打没有爱丽丝掐不下的余气，只有掐不够的余气。可以一个半夜椰子，一个半夜榛子，节目效果不就像了？我他说叫我们啊，怎么说？你说，他说有人说我们一个半夜椰子，一个半夜榛子，吓死了！穿鞋了，高兰，怎么说？我穿这个鞋出来，兄弟们，忘记换鞋了，我穿这个鞋出来。别把路过的吓成傻子了，好嘞。哎呀，装鬼去吓吓我，你来呀，我会怕，搞笑，来。慢点儿。其实我们可以去卖烤肠的，你喜欢吗？就怕那个疯子晚上夜袭我们，加油。你怕不怕？刚刚那个疯子，你还可以接单去烤肠，多好！可以，还有不，憨哥？一个飞机一根吃十根，一个飞机吃多少根？一个飞机一根啊！你敢可以？炫到破产！你敢下单，我敢炫，炫到你破产！你要炫到破产！你敢下，我就敢炫。好的，好的，房管哥哥，没坏，好的。那个板子上面写纯手娱乐，插在路口。
单吗？你要不要晚上过来下单？要不现在下单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通知你。沈宁买成一姐了，对的。晚上不好好刷牙，不好哟。哪有？挺美死了，我天，多美啊！你看看人家这里面，你看看，真的水牛也水牛多美啊！我就是小绿叶儿，我就是那花朵上的小绿叶儿。我跟你说，我靠，我天，我以为他要抓我们。骑车去嘛，可以过来。晚上去钓麻扇吗？可以啊，晚上我们去，我们去晚上我们去出去提个桶，然后出去转转。高高可以。但是没有弄高。晒黑了。你27公里到七十镇，你哪里人呢？那你是县桃河的呀？牛呀，猪都没喂啊！对，咱们家的猪还没喂。对，我猪两都猪都忘记了，没事吧？还有雨，还早骑，要不要我骑啊，牛哥？我还行，哥们让他骑吗？哥哥们，我可以骑。哥们让他骑车吗？他要开车。你家哥哥送一个飞机，我就让你骑。我家哥哥送个飞机，我家哥哥送个飞机要让我骑车吗？你家有哥哥送个飞机，我就让你骑。那你家哥哥送个飞机，让你再骑十分钟。我家有，我就骑十分钟。那都没有呢？都没有。把车丢了是吗？都没有，我们俩退。都没有两人推，那不知道苦。都喂爱丽丝去了，都饿死猪了。OK 啊，就你最凶是吧？就你最狂是吧？先妹晚上吃狗肉，凶毛，哼。到了地方都要杀猪了吗？应该这样。不至于吧？我知道了。有个送飞机，我们俩下来推都不开。可以，有大哥送飞机，我们推。人家有哥哥送飞机，我们推五分钟。我们家有哥哥送飞机，我们推五分钟，哥哥。推，就是一个坐着一个推，就是不。对，一个飞机我们就推五分钟。对，推。后面前面推，在后面推。应该没穿呢，黄伟呢？推呀！劈船你会不会？可以。哦靠！劈船！快快快！劈船！还会不会？可以。这玩意怎么劈？一飞机劈一块儿，你能接吗？可以劈，但是不一定能劈得烂。劈不烂就退钱。那铁定退了，他这个是实打实的船，又不是那种表演。是船呢，就是看你的。你能劈得开吗？那本事啊。你能劈开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哥哥，有哥哥送飞机的吗？一飞机劈一块砖。我靠，你这太狂了，这能接？你他这个不是表演型的砖。你怎么能怂啊，爱丽丝？这个不是表演型的砖。要不怕别人骂，别人骂节目效果就来了，兄弟们，就得要是找骂的，我天，就是看自己，然后追着我们那打，我天哪，妈。劈不劈？你家有我就劈。
来接。我冲个屌水清不屌，水清。徒手劈砖吗？对呀、啊，徒手劈。徒手劈砖一飞机一块儿，兄弟们，可以吗？一飞机一块儿。问你哥哥，你哥哥送你劈，我哥送。你啥？你这是啥都干？这砖能用吗？你要考虑确实能劈开才行。啊？这砖盖可以用吧？这砖块你还有用吗，哥哥？肯定有用，用一下，劈个一两块没事的。这大哥他们，你看看他家房子这么大，家大业大。爱丽丝，听我说，这大哥家大业大，在我们农村是顶级上好的，所以他的格局一定非常的大，人特别的好。嗯、所以你用、嗯、用它。用它两块砖是没有事，没事的。嗯，对，你要说的都对。用两下没事的，是吧，兄弟们？你现在住的地方跟蕲春竹瓦交界呀，那是溪水喽。你能不能，你就不能接一下？接什么？你劈啊！你家到上一个，我看看你又是咋劈的。那行，二哥哥，有哥送飞机，我劈呀、啊。有哥送飞机劈呀、啊，你家有哥送飞机，我给你劈。劈呀、啊！你劈。你那个说你记得吗？我劈劈不断的，他真的什么都敢。劈你吗？他真的什么都敢，这玩意真的能劈吗？信他的，他会过来。劈不了。我在此，不知道。见不到他，还在我这儿呢。没人劈，我们走了。走。骂的光看不见，没有。哥哥。有没有给我送个飞机？这房子还没有完工吗？好像完工了。这个房子完工了，应该是装修的砖，他那个砖应该是装修砖。嗯，那个砖应该是装修的。什么？做完了？这个砖也行啊，这砖都没人要。我这小手，我感觉我不行，劈不行。哎，你吃不下的鱼翅啊？不是，那个东西是真劈不断，除非拿个砖，然后硬挖硬磕才能磕断。因为纯靠手的话，我手机都劈不断，就是手机我都劈不断。赶紧走吧，手骨折不是飞机的事啊，手骨折啊，天使劈，我说飞机。天使劈吗？天使劈我就用手给他劈，我劈的火车拉丝的，我就跟他劈开。天使劈你劈是吧？天使我劈。天使他劈，我劈啊，他劈他个头劈。你真狠，我他妈说我用手劈，你用手头劈。天使不得用头啊！我的天，零二零让你接他，零二零让我接你，发个定位，我立马安排。你想他想他想搞死我，行二哥哥也别说天使了，你送个飞机，现在给你劈一个，行二哥，要不一人送一个，我跟安利斯俩一人劈一块，对吧，哥哥，对吧，安利斯，嗯，对对，他劈不了，我帮他劈，力不滚刀，实在不行就胸碎大石，不要狮子大开口，那你送，你送我就去劈，我是可嗨的。不用关注我啊！你送我就去劈，劈到你喊停为止。从2020年关注到了2023年，你喊停我就停。谢谢用户八九二哥的飞机。干啥呀？劈砖。好，回去。谢谢用户401150892哥的铁皮大飞机，不用支持的。他说不用，谢谢好哥哥，大吉比心。谢老板，我们比个心吧。谢谢好哥哥，大吉，这是爱丽丝，好哥哥睡梦爱丽丝，谢谢。走。还是谢谢好哥哥，哥哥大吉，谢谢用户哥。能劈，要用技巧，不用蛮力，不然你整不开。我天，还有什么？真的是，娟娟，你算个飞机我看看，我劈不下来，我退你两个飞机。哥送我飞机。劈什么砖？就是造房子的那个砖，造房子的那个砖。哥哥是。风姐啊。哥哥，我看一下，刚刚那个好哥哥送我飞机是哪里人啊？背50-60斤的砖跑个5公里，跑个5公里，50-60。那得两个火箭，50-60斤的砖，如果你让我跑，
回去，你知道五六十斤的砖，首先啊，我肯定会磨破，而且我本身才多少斤，我自己体重就跟自己体重差不多的东西，5公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一人做一个，可以吧？劈不开，这是水泥。两个火箭，我可以回去拿着。你就说技巧都不行啊！凤凤哥，二哥叫我们去买吃的。昨天是这样，早八就上去买，不下没买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去买只鸡吧。你想吃鸡吗？你想吃烤鸡还是炖土汤？随便，我们到街上看吧。买在街上吃一个也行，你不用回去烧。对，然后在街上吃它不香吗？晚上再搞个夜宵什么的。对，我们带回去吃，还要带。整伤了。别让你自己身强了，会吹牛皮了，不错啊。什么？我真不是吹牛逼的。跟我在一起长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吹牛逼是吧？我从不吹牛逼，行二哥哥。吹什么牛逼的？牛逼不是吹的，是吧？碰到水牛，连块砖都劈不下来，何为水牛？怎么好意思叫水牛的？是不是？怎么对得起水牛这两个字呢？怎么对得起直播间千千万万的哥哥呀？怎么对得起哥哥天天喊水牛水牛水牛啊？是不是？哎呦，欢迎我冰少啊，看哥哥喊的，是吧，爱丽丝？嗯。啊。对。140够吃货在街上吹牛。没事，还有我吗？哎呦，这就第一次打草稿了。欢迎流行风水三级啊。够啦，会点好多菜，从不吹牛只口嗨。哇，好亮的火星烧，我靠，看是这样子。我们这样，我们来玩什么？发一个人大兵哥，谢谢啊！大兵哥，输的人走到镇上去。这样子吧，你要是收到三个飞机，你就走到镇上去，好吗？我要是收到三个飞机，我走到镇上去，可以吧？啊？啊？除非有人想罚我。100次。除非有人想惩罚我。除非有人想惩罚我。没人想罚你啊。好啊。哥哥，三个飞机我走到这就去。人吃是福啊，趁年轻。有没有？我可以下地走，我可以下地走到街上去。还有几公里哦。苗苗哥哥，讨厌我的，现在下单了。先惩罚我的，看我不爽的，可以下单了。
欢迎冯爪峰，我惩罚我的可以下单了。你要我骑一会儿呗？啊？要我骑一会儿呗？我看你都骑了老远了，不是？对。不行。不累吗？那我骑一会儿呗。我不累，骑车不累啊。不行。你怎么好意思的？一个飞机都没收到，还叫我给你车给你骑，你也配？我们还收一个飞机好不好？有没有飞机？是吧，兄弟们？统统都不能给你摸。欢迎消失的钉子，欢迎消失的钉子。是吧，兄弟们？连壳都吃。我可以啊，干嘛不行？我可以搞。你送上一个飞机，我就给你骑。翻过尾巴。感谢中间哥的荧光棒，对，必不可能低调，你是客人低调。对了，我快一点带你跑。好的，好的，低调。坐稳一点啊。好。快去了啊。上高，上高速了，对。还有凤凰菱角。够不够啊？够吗？欢迎大大大的水牛啊！这名字好带范儿的。哥哥，你这名字取的。还有卧龙，出去玩了。带伴儿的宝宝，带伴儿的宝宝，我要是带伴儿的话，我故意把你勾住的，必须把你卖凤宝，他骂好了吗？欢迎偏爱。三次，到了，马上到镇上。
面都迷糊了，对。其实这样我又来了。小张胖哥，对，一个不是一个什么小姐姐啊，是一个可咸可甜可盐的小姐姐。对啊，我什么都行，我可软可硬，可软可硬，可咸可甜，可咸可甜，还能夹，还能夹哦，哥哥，夹一个看看。没有来，欢迎青阳哥。38号。你不吃，结果我一次又把它干掉了。其实我不想吃，我已经吃饱了的。的少吃东西了，我每你问他们每天我基本都吃，很少吃零食，很少吃它。谢谢，好，感谢我伴儿，谢我带板儿，谢我带板儿的15连击，想着呢，天天大起，感谢我带板儿啊的宝宝，谢谢伴儿。他宝宝呀，可以。以你为主，你知道吗？以你为主，你想吃啥、啊、就我吃啥、啊、都行、啊，只要一起开心嘛，你别老让我一个人开心。我很开心啊！你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啊！靠！我带你来，我不开心，怎么可能？不开心，我可开心了。爱丽丝，那可以跻身三大天使之类。成为豆子四大天使之首，天使之首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看不见，你自己看吧。你看吧。谁说的？是哈利斯制造可以，就是寄生还是骑士啊？寄生。是夏布波克。提要求啊，要吃蛋。啊，吃虾不剥壳啊？我吃虾不剥壳，因为我没有人帮我剥虾，我都自己直接啃。我不喜欢吐不出来，就舌头不是那么灵活，吐不出来，我只能直接咬碎然后吞下去，就是舌头没有别人那么灵活。别寒暄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吃什么都行，主要是开心。我希望你能开心。本来我是想那两个飞机都给你，你非老是给我。你会烧红烧肉吗？会呀、啊。第二天会很趴。
吃什么都可以，有可以啊，大哥下单马上吃，马上买。我大哥下单什么都吃。对，大哥你想让我吃什么都行。大哥那里上的什么？那天吃柠檬汁什么的，我都嘎嘎直接吃。欢迎老五。对，你们可以安排我们接单，什么都吃，吃吧。嗯。吃他什么都吃，比如我什么都吃。比如吃十个汉堡。比如对，只要你下单送牛肉我都吃。牛肉家的单，我家单我都接。宝宝，像小石，这里都知道了。等我年底的时候有山药，我就给你们买。等年底的要现挖，现挖出来。我们山药的话，不说话，散发还是很烧的。一说话就拉了，跟车前一样。好的，好的。吃过我挖的吗？原本到镇上了。周姐，周淑仪吗？青石镇上到了，这里是蕲春县青石镇。听说一看就会一个就有蕲春县。吃，今天你煮的面条特别好吃。是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面条。我说你想吃什么？再吃面条吧。不吃面条吧。可是我喜欢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觉得你煮的那个很好吃啊，我就想吃那个。那面条是不是很简单？你喝过吗？啊？那面条咋了？面条很好吃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再吃。欢迎耀西。我们这边有没有你要请客吗？自助餐挺贵的。我们镇上有自助餐。有自助餐。镇上啊，县里面。县里面有自助餐。县里应该有吧？县里应该有，搜索一下。镇上是没有的，镇上开自助餐肯定倒闭啊。对，镇上连餐馆都没有一家两家。还有几个？没装到门啊、哦，镇上都没有，餐馆都没有两家。我们镇上有快餐的，有快餐哥哥，有快餐，就是按斤称菜的。就是你拿多少菜，然后按斤称菜。有烧烤啊，实在烧烤。想吃啥？都行。你别说都行啊，镇上开冬菜也没人吃啊。哎，我们今天晚上半夜，我们可以抓个土豆吃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夜宵吗？可以吧？啊，可以。吃过水牛的蛋蛋，吃水果吗？吃什么水果吗？水果店。哦，你买的水果就在这买的是吗？对，我在水果店买的，昨天那个提子在水果店买的。哦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真不想吃嘛，以你为主。水牛说的是冒菜，我什么都行。你什么想？咱们就走起，哥，我喝奶茶先。好看的很，你看，宝宝大伴儿，伴儿这个好看吧？这个小姐姐美吗？伴儿是谁？就这个伴儿啊，带伴儿，伴儿啊，大哥，带伴儿，伴儿带伴儿，可厉害，大伴儿的，我天。好兄弟，你看美吧？还好吧，走吧。走了，出发！我们水果放这儿没事吧？我
娃娃带带的都好酷。别弄好吗？没有龙虾，那晚上去那个龙虾旁边给他准备的。走吧，这里没龙虾。你没有想吃的吗？有。对的吗？我们去水果店给他买的。你是在这里买的吗？水果店买的。那边买的，走。谢谢你。等一下。哇，我穿着这个鞋出来好傻呀。你看你拿着这个很不方便，很累的拿这个。我明天送你一个礼物，走。送什么啊？小东西。什么？把你送给我。好呀。怎么都不是人家的时代。想吃啥？你看你想吃。我不吃啥都，就说以你为主。这边水果，这边没有。我这有水果。啊，那边有水果。这零食想吃，去拿。有好一点的零食啊，姜蛇呀，去果冻爪呀。还有多年以后，哥哥。这橘子家里有。啊。那个有。有没有无籽儿的？你吃榴莲呢？啊？你要吃啊？这个青提吗？是昨天买的，这个真的都好吃。山竹真的也很猖狂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生产力好。秋天起啊，听你就秋天嘴呀。啊，西瓜，你看到西瓜了？欢迎。这个昨天买。欢迎蛋蛋。秋林翠，你吃不？欢迎带蛋蛋的奥利斯，欢迎爱带蛋蛋的爱丽丝。秋林翠。欢迎带爸的都宝宝，下午好。嗯，我还开心吗？嗨，我好黑。欢迎贤儿哥哥。妈。拿点，老板拿点这个吧。还给吧。你半万的货到底吧，是不是？到过年反正我能给你借那个，比如说你中一百万的货，我能借个70万、80万，请他了，请他了。我跟老板，他是我亲戚，他是我姐，他是我姐。我吃免费拿，不要钱吗？我跟你说，他是我姐。不管，如果不管是谁，你如果是他不姐，我就不要了，就不要了。好。他真的是。凤梨，大哥刚刚给我钱。嗯，这是我。吃西瓜不？没芒果，菠萝没，缺凤梨。缺凤梨的。缺凤梨可以，拿一个。给你签一个。好。挑一个黄。跟爸，别抢了我嘞。你是他姐，不行。他是我嫂子。真是亲嫂子。对呀。我说他怎么老好吧，一家人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是我一家人是吧？谁把兄弟们？长长长长，什么多少呀，大哥？长吗？家里不是有香蕉吗？我再给你买点。我不要，你们给我干嘛？好吧。你们要吃啥就拿啥。买点吧。
我来抢什么抢？八哥你来，八哥。欢迎欢迎爽子，精神啊爽子。我，你说你什么？没事。以后天天来转转，别见外。嗯呐，嗯呐。我手机在哪儿啊？哥哥说，我们一起吃，请把我手机给我。一起吃什么意思啊？一会儿你哥哥发了那个钱，一会儿买别的吃。这个是我，这是我，他是我嫂子。一起多少钱？一起189块钱。我来。这个只有这么多是吧？好，好。一锅一锅一把，加上要好过几，我就一把刀呢。那我给你送礼物。9块9一斤也不够。这我来，我昨天来，我啥也没那个。啊，我给你咕噜。可以不咕噜吧？对，不咕噜不行。干啥那么好玩？好玩。我你说的，我说你，这个猪儿也好动。这你吃吗？我手机呢？你吃不吃？这是我的。这个好不好吃啊？不止一斤，不止一斤，不止一斤，我得一斤。一般的我得。我来。哦，完了，完了。一般的是30，我们昨天是剩了80块钱，好吧，全交代出去了。30包，30包给什么？30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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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
吗？能能能。可以可以。那你骑。能骑到车子里吧，我能骑的。今天给38，啪啪啪。那。随便啊，走吧。要随便呗。饺子还有吗？啊？饺子还有吗？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别买了，走吧。你们去。八哥吗？大哥。八哥。大哥，请我们吃饭，我们去吃点饭，走吧。吃牛肉锅是吗？你想吃什么都可以，我吃什么都行。不是我想吃什么，我真的很，我这个人不吃都胀。就是我这个人，我很随意，我以你为主，你懂吗？你难得来一趟，不要客气，就完事儿了，对不对？你帮我水晶化个妆吗？可以。我下次去你那儿的话，我就使劲抱我。可以呀、啊。来。所以。你不要跟我客气。你来，你来，我把家里面的冰箱塞满。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你来嘛，你来，我就把家里的冰箱塞满。镜头啊。啊。好、哦。那个小孩子。什么镜头？关的小孩子。会怎么样呢？不能拍小孩。
我自己化妆都化得稀烂。回家美食，他们说，嗯，他们说回家美食，回家吃饭、哎、可以。张姨，我们去喝奶茶吧。一会儿回去。做饭。一会儿回去。嗯。怎么办？我没有那个什么，就是我没有，我楼下我要跟提前跟那个人预定，就是叫他撒地楼，明天早上取，然后给我留着就行。把水泥画的跟我一样美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也不咋美。在楼下买的，刚好从早上去问了，要看人家提前准备，因为楼下还没到上季的时候，我们这里。来，我们先喝个奶茶吧。好。太饱，你吃吗？嗯，吃啊，走啊。还有108的弟兄，兄弟，对啊。哇天，我说这个，我好是个人才，穿这个鞋子出来的。我要让我拿包。你喝什么奶茶呢？嗯，你喝什么？你不喝。嗯啊，喝吧。不是，你喝，你喜欢喝你就喝，你不喜欢就不喝。你喝啥你就过来点。你不喝？我都行啊，你别老，你要点就点，我的天啦，你喝。我点你喝什么？你喜欢喝什么？你点什么？我喝杨枝甘露啊。那就一杯杨枝甘露。你喝啥？那点什么？好贵啊！明天自己调也行，然后要准备。给我来一份那个椰果的奶茶。要多久啊？5-6分钟。前面刚好有个两杯奶茶，然后还有一个一杯椰果奶茶，一杯是啊中杯吧，小孩喝，还有一个葡萄波波，点一杯我们俩喝，然后还有一份是谁跟你喝啊？还供着喝，点一杯，不行，我们省点钱去吃别的。别，没事，你先喝嘛，温的吧，这不天天小叶茉莉吧？啊，对，我要一个小叶茉莉好了。一个小叶茉莉，小叶茉莉茶是吗？是茶，别墨迹。还有一种小叶茉莉轻乳茶，还有药西。是啊，小叶轻乳奶茶还是茶？就茶吧。茶是吧？好的。杨枝要冰的吗？要冰的。冰可以。杨枝甘露。大杯吗？还是标杯？欢迎钉子，欢迎453哥哥。大杯吧。欢迎大飞哥。小冰。西米露放没放过啊？那走吧，我们去别的。走吧。多少钱？嗯，好吧，这走吧。你们吃的放在那里会不会危险？没事，没人拿。为什么你觉得没人拿呢？啊？为什么会没有人拿？就是水果啊。就是水果，也好吧，万一人家给我们盯跑了。昨天统计我快墨迹了，快一个小时，这么厉害。艾丽西，怎么啦？喊我干什么？我先吃点这些，然后回家做饭，好吧？晚一点。然后就吃晚饭。好，随便，我吃啥都行，吃也行。他就是套餐的，这个 A B C D 餐。哇哦！这个汉堡给他吃的。哇哦！哎，汉堡吃的。你要去哪个套餐？老板啊。大哥有一个汉堡，有套餐。你咋问的？就是说。都行，我哪个都行。你想吃啥？你吃啥？你点嘛。哇，这个四个可乐，这个要吗？这个可乐太多了。鹏哥是谁？四个可乐太多。鹏哥是谁？找鹏哥是谁？
太不好意思了，这样那么热情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什么？不用了，多少钱？啊？你还要加什么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我读书少，你别骗我。大哥，晚上，大哥，下午好。下午好。走，那我们走，到里面坐。你妈是那种套餐。其实这也挺好的。我上一轮这样也一轮呢，不能下。我们再继续站。到了站，到了站我们就不行。欢迎长伴儿，他妈好长伴儿。我老人要上班，不能把知道的，专业员工呀，专业员工好。你能不能放开一点啊？你太热情了，你搞得我很那个，你知道吧？我说什么你，我说什么你都，因为我问我，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开心一点吧？我开心啊，我想，其实我想要我们自己买，或者说我给你讲，不用老问我，你可以喜欢什么都直接买就行。我自己，我肯定要问你吃啥呀？这不好，我喜欢什么不用你问，我自己会讲。那我哪知道你喜欢什么？我会讲，我想要什么我会说，哎，那个好好啊，我们去。我会讲，你不用问我。那就是你不想在这儿来吃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自己喜欢的。别说我想吃什么。我自己的话，我不吃，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那么就可以回去了，也没关系。就你们那个，我肯定要问你吃什么，然后我你点什么呀？你没看昨天我吃饭，我就是想吃什么就直接拿吃了，不用你问。不用你问。喂。别问，问就是钱。等一下，阿姨打视频来了。怎么了？不是你，你想去吃什么？你想吃那个面？你说，哎，我想吃面，跟我一起还是不一起？别问你，一起还是不一起？哦，你要自己开心才最重要。但是我开心啊，但是问题就怎么说呢？今天几号？我今天30号了啊。别问，问都是钱。我怎么没在那个群里发呀？群里发了吗？大同测试都是研究的怎么样了？你们这边多。哦，今天中午发的，我还没看到呢。换位。什么意思啊？换位。换位置是吗？不是。哦，你的意思说把钱转给你，你交现金是这个意思吧？欢迎小云。哦，因为这个现在房租都是那个陈涛他搞的。吃啥鸡？对对对。啊？什么吃啥呀？不是我问你们要吃什么是吗？对，其实我喜欢干什么，我就直接干。干，但是问题是，比如我下车了，我问你要去哪儿，这种哪里都不熟，你肯定那个。那问一下。然后进了一个店，他肯定问你要吃啥呀？你点啊，要不然站在那站半天，也不是你。好，那我晚上问问他。如果他没交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就是你要等一直交的。呀，我得让你放这签字一模一样。那不是吧？我的八月人来了。
为什么我在里面这样的？我的镜头不会调，我的镜头不会调，我的镜头不会调，太黑了。你的镜头是可以调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是S20的，你看你美白100%，我美白我都没有白，你看10%都没到一半多一点都不敢打。那为什么我这么黑都不敢打到底？你开滤镜了？我没开滤镜了，没开啊，肯定开了，没开。开了的话，它不至于是这样子的。你有滤镜，你自己看吧。你看吧，没有滤镜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根本没得调，对吧？我就是没开才这样子的，开了就不是这样子了。哎，你怎么还大头啊？不知道。你看美白顶了，你看。这个美白是我自己开的吗？我哪知道。那这样会更黑哦，考虑过没有？这样更黑。那你拉了100%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是三星 S20，我是 S23，我也是，我是23，你是21。那你的好好黑啊！这好看吗？这也没什么那么难看。手机像素问题，我就感觉我的好难个，我的好难看哦，我的好看，走喽，回家喽。你二爷手机都忘了，手机不要打。走了。那你在这里，你去那边看了是吧？好吧。我这手机怎么样？快打场 PK， 谁要是输了，晚3分钟吃。冰激凌给我吐出来了。嗯？打。那是要吃鸡腿吗？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好吧，那我的这个可能是那个。好不好，娟娟？谁要是输了，就晚3分钟吃，看着别人先炫3分钟。靠！为什么要不过来？啊？我点2次就是取消了呀。对啊。好，可以了。